这个是最关键的东西了。申、辰，他俩夹的是啥？申、子、辰。这叫两心占用了，八片里有，这是我在写第一版的时候，我不能写的，现在没写的。这也是八片里的啊，申、子、辰加上叫两心占用。 有身，没有有钱没死，他夹的是死。给我办事儿去，你那贵人是死。哦、岁数大人谈对象，看情人。情人是子哈。啊，这情人就属狗了。慢点说，慢点说。比如说今年三十七，嗯，像他三十七，算卦那个。 生卦的就有申有子，所以你看我谈个对象，你第一句就说了，这对象三十三岁属鼠，完事儿，是的，就把他断了吧。啊，就是说他有子，没有财，有财有子就申，啊，这就两个占用八字里挪过来的。 我断卦有这个东西，挺神奇这个，挺神奇。这个神奇，谁给我那断的啊？那你要去带有。听着没？听着。嗯。2012年，前程还是后计划。但是这个说起来可是关键。因为我老天爷，属猪的，离家3000里，现在手机搞网络，1507公里，就使这玩意儿断的，没钱钱了。嗯。挺神奇的这个。啊，这个有虚。 这块有虚，夹着就是寅，这块有虚吧，也有虚的夹着寅。啊，亥卯未，这块夹卯，那卯未呢夹的就是亥。那天给小英哥断的，有卯有未没有亥。我你们亲人属猪的，大西南方，你查到大西南方3000里，那现在手机掉的嘛，前两天在查。啊，对。他这个有亥。有什么有害？ 他亲人是亥，他亲人属猪的，猪在说，他29岁，我这亲人30、40岁属猪。啊，未土是一马未道路。啊，离3000里。啊，先搁手机往过打的嘛，1500公里。那你不说那西南呢？他为了去个亥嘛，就住那西南方面。有卯有卯有未。按他说法呢，亥卯未和一个木局按他说方向。 哦，按他说方向。嗯。哦，亥卯未出。啊，对，崔老师这个没这样的，这个要按他说方向。亥卯未出。在10地支当中，这不是叫三会局吗？嗯。嗯。因为这在这个4个会局当中，缺哪一个？哪一个就占有2个，缺一个，缺那个就是两星带用那一个，是吧？那个是申。那方位以大为主的方位呢？啊。也亥卯未是有缺的。啊，你看少这个，也可以看这个。啊。它是有什么？ 没亥水啊，啊，缺，嗯，我卯木，那是不动的东西。没位，他首先在咱们位一马为道路，啊，那天就卦这么断的，像这个，人不讲究，就断属啥，他老是没放过方位，啊，西门你这个倒方位，这就是方位，是，东南，这是东南，啊。 那先生是这么断的，这个能不能看懂吗？那这个，贾伯伯，哎，崔老师啊，贾伯伯的，出现巳，出现一个酉，没有丑，那这怎么断啊？就是属牛的吧？情人是属牛的，在你要求个事儿，我出去借钱去，我有个身份证，找一个帮忙，看我有没有贵人，啊，哦。 也会夹着这个事，子是贵人。啊，这个懂啊。啊，就说你看我出去办事儿去，想上南方寻个地方，我那边有点儿谁能帮我忙？啊，上那开铺子、开饭店、开旅店。啊，我说搞房地产，说我找官场，那人属啥？子。子。啊，他没找属狗的，找属虎的，属猪的。最后他俩去找这个当官的属猪，还可以。 啊，嗯，他毕竟最后落到属狗的身上。他说我找的不是，我说最后你
领导那个属啥？他说属啥属啥？他呢是他自己蛮苦的，他找别人。我们找那个是属。这能听懂听明白？听明白了。叔叔，在院里我要上你那办事儿去，我找你了。啊，你还没找别人，你属虎。啊，他是个也就哎，另一个水局，你去找这人，他就说。就是说这个是在院里这个施工吧，确实是都行，施工吧，特别施工吧，特别施工啊，就是我们这个也可以搁南部南面局挂，也可以施工挂啊，这个施工挂挂不上就把南面局挂，对，挂这点石材用，这个是最关键，每天都挂都是，对，使出来赶脚，施工挂，让人家客户这个太神奇。这叫什么对象？我听到现在一点不行吗？不懂就对了。不知道一个人是干什么，另外干什么的？算卦师傅。算卦师命格当中有这两个字。时空，命格什么是这个？比如说有个虚，下个时空卦是说五，说就像你说的，明天我出去开铺子行不行？我们找这属马的帮你马上开，这个道理。这王老师这头次听就是听得有点迷糊。第一次在那个今天这个和珅搁这照着适合着。我说不懂了。这从2013年学员讲课，今天是最细的了。对，今天讲的特别细。我说，那和珅那个庄卦会不会了？过去，那个一个书管啥？书上有看一下，就这话。你那样，崔老师。那个例子，举个例子，叫王老师再举个例子。他知道三合聚没有讲过。三合聚业务属于他不知道是三合聚。哦，对了，就讲。这个胎数，这个就是不太懂。这个吧，给这个抹掉。你这个例子吧，啊，马上让孙洪成给你说去吧。当了孙洪成给你说吧。啊，这不说这个东西。所以说我听到了。要把这个十二生肖搞得三合呀、三合呀、三合呀，全搞清楚了。不要一两样都听不懂是正常的了。对，嗯。他讲的多了今天，今天讲的不错。没讲多，今天讲的好。今天他讲多了，讲的多了。为了慢慢的去消化。你多了没用，多了听着也乱了。你老说也很乱，他更乱。这回能不能看明白？看毛了。申子辰三合水局。写吧，王老师写吧，这要是不会的就可以写了，会就不用写了。这玩意太简单基础。这木局三合火局。亥卯未三合梦局，巳酉丑三合金局。辰戌丑未，四木库。嗯。为啥？那一眼睛带过后就不行了，就眼睛绿就过去了。是你们三绿局啊？是。刚才是三绿局啊。记记，主要是记，你再听一下，记眼睛这过去了，这没这个。四木局，这是会局，合局会局，是南方往北方这四。四五零，人生，人生有四，这是三岁女，四五位南方火，身有西方金啊，西方金，寅卯辰，东方木，亥子水，亥子丑，北方水，原来小的不成家，可以看一下，先把这看会。戌是什么？我今年会多少年呢？26岁。寅卯戌是戌。寅卯辰还是东方？68是不是会42年了吧？看起来，看得清。反正我只看出谁火，没问过。我问他，他还不会呢，你想听？四五是什么火？啊？四五是南方火。这叫会四方局嘛？会四方局。四方位，四个方位。寅卯辰。东方木。
这个是这个应该是八八卦基础好说的。乙卯辰，按照阴阳的三九一样，学过几十年，差不多会。叫四季，我看还看到四季。一二三零末，四五六为火嘛，叫一样的，叫四季。四季四个方位。这是春夏秋冬四季。哎，春夏秋冬啊，四季。春运点儿。寅卯辰丑卯末，夏季四伏天为木，寅卯辰它五行为木，三更天机，冬季三会丑给到这，三会四个季四个方位。为什么这最后这是这个？这是四个兔啊。一昨天九十天，七十二天是火，十八天是土。每季最后这个字儿代表十八天是土。十八天是土啊。啊，这是一年里的啊。哦。这是一种一年里的。那四分三火就旺了，立秋后这十八天是吧？啊，立秋是。立秋后十八天它最旺的每个季它都管十八天。每个季就管十八天。这是这是吧？未管十八天。六月。这一季不三个月吧？三个月，九十天嘛，七十二天是这个火，十八天是它。嗯，这不是这里的，一中间里的，应该。一中间是甲占几个，至少它分八字里边嘛。是。戊未金星七里天，辛丑高老鬼冲当，三焦一成入鬼方。这是五脏六腑。啊，你就说了，你说吧。再搞点基础。十一点。我往哪点？这个基础完了休息。哦，行。哎，先可以。王老师，你们家这小小子为什么在烟房里燃呢？啊，是不是来有金呢？背水西方更新金，这俩有，所以断开有烟会燃。也可以断小时候是会燃。上面什么呀？上面不是南丙金火的意思？辛主南方丙正火。辛吗？辛主南丙辛火。干东方甲乙木火下的土，背西方土星金，肾北方金木水，脾中央木金土，代表冰丁，冰丁冰火丁火，是吧？嗯，对呀，很。这是最基础知识，知道吗？基础知识也跟。从前不懂啊，没瞧这个吧？这个吧，这里全有啊。星光学这个角还有。才刚跟你说那四季，它每季最晚管脾，土管十八天当旺。过去的周易讲，说脾胃这你过两天就吃药了，最晚当旺的时候那几天再吃药。说那个心脏病、血压高怎么办？有那个日子再给他开药，过去肯定赶这个日子天干开药。这是过去中医啊，这不是现在中医不管，来就开。说有肝病，靠啥呢？靠水生，靠心那个科，那你哪天开药？过去时候你开完了，花块钱哪天能吃？就这意思。我干的时候就不管了，开完就吃，你不能不管了。这是最重要的，最。行吧，这个休息一会儿，完了吃完饭，他下午就今下午抢装饭，明天都抢装饭。对，最关键的东西，最关键的东西全在装饭。这个装饭你会办完，明天你都能装。明天就说来西安来个双饭的，我属兔的，小孩不行，六十多，啥毛病？一个盲目，那王哥说三天，他是没工作没饭吃，离着不比你多，要不这好日子来人不到他家。那个崔老师都是今天上午讲正式讲的都不讲了，下边都开始唠是吧？啊，唠观众。
40。这个是男性，60年9月26日，今天断卦日子是2016年10月22日。把灯关掉，不对，就差不多了。灯要关掉了。那不行，当然不行。啊？他按了。这样要反光的。他按了。没个时间是吧？他没时间，都没闲。那个子是命宫。命宫到底重要不重要？命宫重要，命宫非常重要。先看一下合对不对，这都合的啊。六十，六十，你是五年十，26。咱们看今年这是时空。你为什么要写四寅亥干嘛呀？这是2016年12月22日嘛，四寅亥。对，四寅亥都是今年太岁是申金。天哪！哪里今年是？他今年有啥呀？是吧？四寅亥是啥意思？上回快说了，今年。时空卦嘛。时空卦。时空卦。四是哪里？四是哪里？四是十月，十月没查嘛，十月嘛，他从生那天酉时开始是查到57岁，49，啊，49，对，49，啊不行，咱们上边都是这都开始上边都观察看怎么样？不是你的四寅亥时是什么啊？咱们头旁这儿，这不是十月吗？十月我们是四呢，不是四是57岁，今年57岁，从酉上查57查到，查是不是四？不行。史上我们查到九月是多少？对，五九三。申。五六七八九十。那不要查查啥东西？再从写一块儿，再就通道，再有道了，再从这从也行。对。26是酉。26。没时辰咱就不起了。命宫是哪？子。命宫是子上一二三四。再下个命宫是什么？今年。49、51、52、53、54、55、56、57、58岁了，今年是58。57吧，都58了呀。16年的。他60年。这种起事是怎么？今年57，虚岁57。57。今年16年，不是17年，今年是16年的。这年加生年加一。啊。哎，你看这个结果打你了，就是五。看这个属鼠的啊，属鼠的在查查49，逆转。啊，49。49、50、51、52、53、54、55、56、57、58岁。咋58呢？你咋不算58呢？他是虚一岁，他老虚今年是16年啊，16年不是虚两岁是吧？57吧，你咋算的？2016减去1960。等于57。这前两年还有一个兄弟呢，加一减，加一就57。加一才57啊，那不是58。减完减完减加一。57什么呀？57就四了，不能减，到不了，到不了。生年当年不有一兄弟吗？你那个减完了得加一，用那个办法。都加一才57啊！57岁，57岁。操你老了，58。58。这58。57。不按生日吗？不，不能按生日。57。
那不是你这个有你多四五位深有虚害那哪行啊？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月是吧？四十月二十五、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二。为什么要写四个汉字？看不出来呢？为什么要写四个汉字？时空嘛，今天断过，明天实验嘛。这六年效率，他五十七岁的，五十七岁不是四五八五九六十，五十七岁就是四嘛，对不对？对。然后一个就是十，差十，差十，老师啊，差十，是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数学啊，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六五七。哦，身份证错了哦，每一年的身份证。流年加时用时空卦。这个四乙亥怎么听出来的？开始。四十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嗯。七。五七。啊。那你下面的几个字？真遗憾。五十七正月，嗯，十月二十二，我先认识这就是这个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二。我不就推出来了。嗯啊。嗯。我正好今天推二零一六年。这么会转了吗？会转了不会转，不是会转了，不和转不转的。转会啊，也断是怎么着？断什么？哎，断那个。你断，我忘是时间长，忘是的时间长。忘。啊？你断了，我时间长，忘是的。你断。你忘了？哎，我忘了。你断，我知道。断一遍。那我倒不是就强对了，是不是？你叫我分析，我可以分析啊。断这个，我。你分析分析。这个跟大运写一下吧，崔老师，咱不是录像吗？跟大运写一下，这是大运的，是吧？六七大运，拿着，跟那上面的碑拿掉，搁地下，看不到了，准备拿了。我来解决。搁在这上面。长这么也差到四零多呢，查不到。差差不多了，走个地下道死，从身上，身上差了五十七万五十四万，对，大运，从右吧，在右上，啊，一岁，哦，我错了，五六七八九十应该是个五，十岁，五吧，五天，是不是五？二十，虚土。三十，太十，四十，五十，丑，咱们就写六十得了啊，还整八十。六十是寅，这水大概应该是不是拉上了？跟你留路上吗？啊，那身上，我身上留上还是身上？从你身上开始，我查查。你从身上开始？就是身上，就是右上开始。你从右上开始，从身上开始。
我说我这是那是，我这那我这他是施工啊，就是说从哪做的。从原局看一下好看啊，得，都填个箱。这就有才，生财会比这人挺聪明，小，只有会汉，身善天姑，早婚呢，这时候容易脱了婚。早婚这人就容易脱了婚。你一点点说，你没听清。你说第一是原话中，第一原话中子子山，生前画个局，子山，子山，什么局？就可以升个钱，你也听明白？子山，山子钱会叫子山地局，人子正规局，头骨不跟你讲了，谁在用了？对，这里头夹着个陈土吗？带出那个啥。陈土，他应该他寻个老婆，这个老婆是属龙的是吧？那可没有，哦。你刚才说了自身什么意思啊？岁数大的人可以，岁数小的就是看原配。这个那个生命全是龙的挂不上啊。这个断细一点，咱说起来，从小到大的断一下，都是五十多岁了，断一下。正常。这个容易错了，容易啊！那个时代离婚的少，容易第一次订婚订不成，结不成。啊啊。那我们二婚就是第一次订婚，或者退婚，或者没正式。第二次订婚。结婚了，你得验证。这么说行吗？行，那个不是咱双主验证主啊，这个就是棍儿哥，你也是个八字，咱这边说，你投资是订婚没成？这对象不叫订婚。对象处对象没成是不是？啊？这对有可能是成了非礼性啊，成了非礼婚不成对了啊。第一次容易结不成婚，我说的结婚呢容易出二婚，这个道理啊。这个有心当啥去讲呢？为手术，为头部，左眼放个跟前有外伤，头部我就开刀。你左眼根受过伤没有？这啊，对，左眼对，哎。缝过两针。缝过两针，对，就一个来。再说一遍，这个是你说着，我们现在听下来了，你得说慢一点了啊。这有心啊，带点刀伤，就给你讲课了是吧？嗯。因为呢，说我们大开刀。小时候八岁那年是最准的了，八岁是八岁放跟他戴上，哪年等啊？是八岁吗？眼睛上不是，啊，七八岁了，你能看？我就问了啊，细，左眼放是吧？嗯，左眼的。为什么断左眼啊？为什么？你说，啊，跟内蒙你看。子成千位，造纸是朋友，是贵人。贵人。啊，这内蒙现在用了，今年用上它，它也是用它。啊，江产今年可以挣到钱了。说这里头，人是身，是文化是吧？对。太岁是身金，加上太岁身金。加上两位地支三星，然后他有没有地支三星？看看有没有地支三星，我这是对光吗？有没有？地支三星。今天问你看卦。神星四星。有没有？四星神。有。四星神。啊。有。四星神。神星印。啊。老九。老九。四星神，神星印不是。什么？这是教你们是地支三星加身，啊、这银汉河。他没了啊，那没有了。把银河走了是吧？银河走了还有吗？哦，本来这个有官司的，这河走没了。银河什么河呢？这没官司哈，行。那这今年能断出个啥了？人是谁？啊，今年他外跑的太多了。外面跑的太多。没回多少家。嗯。是这样吗？这是对。啊。整个中国，我各地都是过。四十三岁修不成了。修不成了，咱俩可能是还冲了满河。没有。
呼吸喷气之下，深刻的不是深刻我们说有一句话，心里要有人能看，人生四害，人生四害是俱全。我丈夫不这样，这就是说他是男的也能，今日多送的回家啊，啊，对不对？多送的回家，在外面时间长，对不对？不陪老婆，对不对？拍手，都给你拍手一下，对不对？这对，对对了就说对。他没口舌，因为啥呢？四害成命，人害和尚。哦。就能达到一个，身高照，我那胸还有，以后你看就知道了。嗯。他是男的也得这么看，人生四害，女的呢就丈夫在家，男的是不还家啊。这话非常典型，非常好看。明眼一眼就看了，人生四害他说有这句话啊，那时候我才教你们这是人生四害，第一三言口舌是非官司，是否是非，但他这个就没有，就是没回家。哦，没回家，就经常外边跑是吧？经常在外边跑。嗯，就是为什么那么乱呢？高井八六去说话，生子财马这人吗？一马是吧？啊，一马啊，冲着也未动，人身冲，四害冲，冲就不也冲吗？回什么家？嗯嗯，冲就冲掉了，没有了，是这意思吧？冲是动，动。冲为动，冲、啊、冲为动，就是他不在家，啊、这意思啊？啊，你那光凭打一棒子，那血一直往外流，你不动，你不冲他，是不是你不动？冲这个。行了，这块记好没有？你弄，那是那个你。断断他就是这不五十多岁了吗？他哪你的人生中的换一个断，嗯嗯，这么人十个都想上，换一个，换一个换，谁报？谁报一个？报我的。对。哪年生？女的哪年生？七一年。七一年多少？七一年八月十五。满七点。晚上是吧？对。七点多？七点多？七点多少？七点左右。七点左右。七点八月十五。对，就七点到九点为一个时段。你干嘛？七点后？那七点前，七点后？嗯，应该是七点后。七点后，我七点后和七点前的不一样。对呀，不一样的。七点后不是？不是？是不是七点？属猪啊！属猪的，属猪的。七点到九点七十。哦哦。属猪的。嗯。这是啥呢？去年是个四十六啊，属猪的。对。真是。血这么大不行嘛。嗯。八月，看看。嗯。八月是啥？你的逆转。嗯。正七，看正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亥正七。辰，马亥辰，初八就辰，怎么快了？是不是啊？辰，对对，辰十五，十三，十四，十五，寅。寅，寅，寅亮虚实，好。虚实，辰。辰，寅，虚。命宫，逆水，零，一，二，三，四，命亥，亥，是亥，可死，亥，完了。那这个快打你，一回不来，还流年时空卦，这个手上，流年时空卦那个是，他是四十六，那三十七，三十七是，三十六。三七，
三八三九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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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的点子深是吧？四深是吧？十月深是吧？啊？那是八月了，八月一。十月到八月，七八去虚月。按八算，人错了，应该按七八月。七八月七月是吧？这是啊。它不四嘛？四是深的。那是四深。四深。什么嘛？四虚啊。四深。女的，观察。今年二十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十四，啊，今年二十二，今年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二。记完没有？天干星，这叫天干星，我文书文账目，这是二是学月，第二是学啥了？学啥？学技术。学技术啊？是学啥？啊？学技术学啥了？技术啊？钳工，画图。这个也是为图纸啊。对。他说啥呢？寅木做日柱，女的当家，男的多数不当家。我父权。那这样书上是七国夫权，
日出云梦的人，丈夫不管事儿，哎，管事儿也管不好，他也嫌弃他，不让他管，他自己管。是不是啥事都你管了，是吧？是的，哥。你丈夫管你相不中。嗯，对。对吧？看今年四申亥，亥呀，二十五，二十四，啊，亥，四申亥。这里民主是寅木，那有没有口舌呢？那我看看有没有口舌官司。太岁是申奸，大伙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官司口舌。是非您是申俱全，有的呀。啊，有的呀，我还没懂。他有的呀，这个十二有没有，没有，看里边有没有找到那几个。有没有？没有。看这个死水，那这个入他两木，现在最合适了啊。您这死水是不是入这俩时辰和月木？什么？这不大运吗？四十吗？啊，对。大运搁这里，搁这里一个。嗯。你外边借出两笔钱不还，又想起诉，又想不起诉，这么个官司，对吗？今年呢？以前的。以前没官司。不是，你借出两笔钱，没要回来。啊，对，有。对。想起诉还不想起诉，就是这个官司。啊，对对。别的官司没打。对。他这个答应的仔细到城里边入梦了啊！啊，入梦了，入梦了，借出别人不还啊？他又没官司，就这么官司，想起诉还不想起诉？对，别人该我的钱，然后老也不还。对，你说不起诉吧，不给；起诉还闹腾，还输人，不好意思。这卦就是这么卦啊，是卦那口舌，但没有，不是上法院去打官司啊，有这么个口舌。现场人坐着，对吧？对对对。起诉，换一个，来。没有实质性的。起诉要不得。换一个，写个九三年的。这有点推出来。起诉也绕不回来。这是以前的，我听不懂，不是今年的。啊？写个九。听不懂，下回听。我也没听懂。崔老师。这是九三年九月二十五。什么意思？就是以前他借出两笔钱不还。不是这意思，你讲这里边我有点没懂，我没跟上。他是说他不知道这个时空卦怎么起，对，怎么结合，就是说今天的十月二十二。你合一那咋起的？你合一那咋起的？什么？你合一那卦咋起的？一会不是。再一个名句说满的，再你看一步一步记。哎，再说个名句。时空卦。记不住。你写个写不认吧？没一句话你写不认吧？这好分不住。你要是一次性都想换回了，你要是想，他叫几十年了才找完。这是这是你要一次性。时空卦什么叫时空卦？空卦。你记住号啊。时空卦是不是流年卦？也叫流年卦啊。也叫流年小院，这十二属，不管哪个属是日柱，今年四十六岁，你就搁那个属上，查到四十六岁，那就是今年的正月，这么会不会？
以日柱排岁数，岁数排照本人的岁数起卦。这个男女这个顺意还还那个就不管了，男顺女逆还是还是男顺女逆？排什么？排男岁数？排岁什么？排岁数？还是男的顺？那本人岁数。给谁算就以他那岁数起，他十三，他二十五，他三十八，就搁那日柱上起。嗯，抄完没有？完了。我有人，我查查。排到本人岁数，排到今年多大多少？你五十五，你那个日柱，你随便就上七零六十啊，就是一岁就查到五十五，四十九啊，你六十三，就给日柱，那我就是啥性命？我啥？我去一上一爬，开了六十二，算的不行。好了了，好了了，下一个。谁说？那看我的吧。我说六年。六五年。二月。二月。二十六。二十六。卯时。六五年属啥？属属蛇。属小龙的。属蛇。四。二是啥？二十六啥？卯是啥？说。卯是虚。虚松。命宫是啥？未。一二三四虚。这块搞个男的啊。命宫是虚。看来流年卦吗？起不起流年？啊？以这日柱起流年。以日柱起流年。四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岁，今年五十二，他未土，查他五十二是啥？四九五十一五十二还是虚？虚呗。有吧？虚虚。为啥起四十九？他怎么是有啊？虚四十九，不是五十一，五十二，虚五十。虚十月。辰七八六十。未还是未？这是。虚。嗯。今年二十二。这是今年的正月，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五、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二，写着，虚。未虚未辰，哎呦，还整个虚干啥？写错了，这写错了，一会儿我再给你，不说了，说了麻烦。写错了，虚未辰，大运，大运咋起？走五上双，十岁是午，十岁是未。二十是申，三十是酉金，四十是戌土，五十是亥。啊，我这都亥运的啊。六十走子水。王老师一问，那天算了，我还真没算出来。看王老师干啥职业？四天文星，五天五星，未天一星，这是俩是天一星，
现在今年是戌未辰，算命这卦。董事，日柱这是干啥呢？五柱呀。啊，再说这个。日柱四柱呀。啊。嗯。翻山多马跑，是不是这意思？嗯。一马换一马，是这意思？嗯，还是再说啊。搬家。未许是不是未许？我说的未楚，那个就是今儿跟你讲的十二属的未楚，我不行，是不是说他是开车？开车，对。这个是艺术和图纸是吧？啊，嗯，对。这不是石头长吗？两个虚啊？啊？两个虚应该石头长吗？啊，石头长那不是了。我没干嘛。这块有个有街，完了你就没去。哎，这个是不是看到他跟他老婆吵架了出来的时候？谁呀？哪块有老婆吵架？那个。啊，那个，对象没有，王老师。这个虚。跟老婆干仗了没？不不存在。哪儿啊？去了大巴上吗？不是。没事没事没事。这老师跟我一块出门的吗？知道。王老师多才多艺啊，这俩啊。嗯。我看那个东西了，这就多才多艺。嗯。多才什么呀？告诉你图纸画图吗？这画图他搞过吗？这个要干啥去？请你走虚未楚辰三个，这不是叫辰戌丑未，不是三个到三个，是不是叫字形？这个是不是来断的字形？断什么字形？有丑吗？甲上了吗？啊，甲上丑了吗？他这后面甲上丑了吗？你是相信甲上丑了不是这个？啊，就这个师傅把甲上丑了吗？没丑没有的。哦。申子辰这块就能甲个子，太岁是申子不就？啊。加个子对。啊，必须三个到位，两个都不行。你上面也没有啊，狗啊，这你也甲不上啊。只能甲个五位做合。寅午戌化火。干啥？这个是要上那边去，这个是搞一个事儿，计划有事儿。陈土为计谋嘛。嗯嗯嗯。陈土可。他这个是因为今年太岁和陈他俩，三他两个字缺这个字，这个是。高高子都可以。嗯。申子辰。哦。高子也画个水鱼，也代表着计划之内的。对对。反正我不会是文哥，主打卦运算，王老师呢也跟我说过，也跟你们讲这事儿，说这个要上外地找个地方开门试试，嗯，看看我，可是原局没算出来，原局里没有，下边这局大运里有啥？那天黑我跟王老师说，赵老师我俩没算出来，这回列上大运了，看得有了。看看有啥，我那天没断出来，暂时也没断出来。嗯，看看有啥，你忘了是不是说了，咱俩知道了。你们看看，嘿，行儿，那可不是。看看这个事儿有啥干的？三十岁到四十岁中间，你终于那是啥？外伤开刀？二十多岁离过婚，怀孕不顺，或者是他七点钟才。咱都看啊，这个为外伤为开刀，还为撞车吧？嗯。那天王老师撞车啥时看出来？我还说一句，我原来没有撞车，咋能撞车呢？这是不列大运的地表。嗯。这个里就有创车了，但是不得用到卯吧？没卯怎么创车？哦，对。往下查有没有？一年查都得查这一个周卯。这个五十岁那年是不是那个啊？三十几岁查那个卯年的时候，说三十几岁查卯年时候卯个春时候那个样子。这是查三七、三八、三九就是酉节。哦，三十岁。
正二三四五六七月就走嘛。哦，走了三十几年。就在这两年。我也算三十九的年初，是不是三十九？三十九的是不是出车祸了？四十多。那也可以。三十九。是四十九。也可以的，在这儿说。三十九。四十九、四十八、四十一、四十六、四十五，四十五，正七月，正月走卯，七月走酉金，四十五岁是吧？这完全可以看一下。四十五岁，七月。交通事故零八年。零八年多大？零八年。差点要命啊！零多大？零八年。零八年是走此。零八年，对。零八年就是零八年四年。四十八七八九三四十四今年十年了四十二上下一四十三岁四十三零九年是丑年，零八年是不是丑年？是零八年鼠年。零八年是子年。我说搞这个说。哎，对。运派到那了。咱们这不说那个三年，就你四十三岁走丑土走三。哦。这个有。肚子上的事儿。三十到四十那块有创车。头上。零八年那是不是他抽虚抽胃出气气了？啊，不是这个。单看这下运有金，现在走亥运，现在听完好的呀，亥运不是好运吗？吃喝不发愁的，是吧？五十岁以后好运啊。现在走亥水是啥？这个咋讲？亥卯未没有卯，没有卯你就不用这卯不发财，这个想走没走，这亥是清闲享受。现在王老师在养育享受呢。有点真不怎么太多。这样下去。那个，过一会儿吧，歇一会儿。